在我的幼年时期，我不晓得自己是谁，甚至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由别人定义的，譬如我的主人，联盟的布莱克摩尔领主，他要我吃我就吃，要我睡我就睡，要我战斗我就全心全意地战斗。索尔，对上布莱克摩尔！哈哈，过来，见识我的兽人宠物的厉害。这些人付了不少钱，索尔，我相信你会为他们好好表演，对吧？是的，主人。总有一天，我要我把这个兽人弃婴训练成最厉害的战士。我们要用真的剑。如果我说他还很喜欢读书，你们相不相信呢？不假，保证合用。我们要用真的剑。快逃啊！来看看他会如何对付这个敌人。见宝物，长矛攻击，先抢钱，再把他们打扁。看他怎样打倒这个敌人。哼！索尔，这实在太过分了。要是我不继续战斗，布莱克摩尔会不开心的。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你。攻击！再派一个挑战者过来。见宝物，船锚攻击，先抢钱，再把他们打扁。我没有牌了，我没有牌了。糟了！
东西挖给我来挖挖挖！我们要用真的剑攻击。保证合用。好了，我来补。这种不公平的战斗，我看不下去。哇哇哇！好了，我要用你赚来的钱去庆祝了。好好休息，索尔，准备下一场比赛。是的，主人。他走了。这是你逃走的机会。我已经尽力了，不过他还是不满足。也许你说的对。我在塔雷莎的协助之下逃走，不过他却因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找到了族人，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份。我是双狼氏族已故首领杜洛坦的儿子，氏族的萨满德雷克塔尔活过了战争，他开始教导我如何和元素沟通。索尔对上德雷克塔尔，准备迎接大自然的元素之灵。我准备好了。你要对大地之灵提出什么要求？我不知道。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是测验的一部分。请赐给我对抗敌人的力量。请赐给我和盟友迅捷的动作和体力，让我们在战斗中永不疲惫。炎魔在呼
呼唤。石前剑。什么要求？烧灼我的敌人，让我的勇气永不溃散。受了，你要对水之灵提出什么要求？医治我的伤口，恢复我的气力。剩下一个元素，你要对最伟大的荒野之灵提出什么要求？请维系我和所有生命的连结，赐我这无法言喻的力量。所有的元素之灵都愿意帮助你。我以为我会变得无比强大，结果我只感到无比谦卑。这正是你够资格的证明。我和德雷克塔尔与双狼氏族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后来我听说有个从来没被俘虏过的兽人战士，叫做格罗马许地狱猴。我想要加入他，一起释放兽人同胞。但是，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坚持要阻止我。索尔，对上！值得一战的对手。地狱猴是个蠢货，我们都见识过人类的本事，付出过鲜血的代价。我是人类养大的，我知道其他人不懂的事情，我们不能一直被恐惧捆绑住。我不会装聋作哑，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打败我，小鬼！加入战斗，影响荣耀。双狼氏族远离人类躲起来是正确的，离危险越远越好。只要一个兽人有危险，我们全体都有危险。哈、啊！
定要让我们的同胞获得自由。何天鞭，准备上路。我们要为这点东西受苦，为了勇气吗？呸！加入战斗，迎向荣耀。是打败我吧。注意的是元素之灵，不是我。不来，能挑战我了，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副手。副手？可是陌生人，是我打败了你。索尔，他不是陌生人。杜洛坦之子，我是大酋长奥格林末日锤。那是个考验，而我通过了。我和大酋长一起奋战，营救兽人同胞。奥格林阵亡之际，他任命我继承他的位子以及他的战锤。当兽人都解放之后，我们便航向卡林多，开创新的生活。然而，我发现兽人的主人不止一个，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恶魔。索尔，对上马诺洛斯。我就知道你会来，而且那个强大的地狱吼也一起来了。你对他的掌控就到此为止了。
是我的，你们整个卑贱的种族都是我的。愚蠢的，可悲的东西。喝下我的血，把自己献给了我，感受愤怒的冲动。而你，大酋长，你根本就不在场。无所谓，我协助同胞逃离集中营，我也要帮助他们摆脱你。龙宗辟邪，享受观赏你的死，我会享受观赏你的死。风暴吗？尝尝我的刀！你让自己自由了，老朋友。你让我们都自由了。虽然马诺洛斯死了，他的指挥官阿克蒙德并没有放弃入侵我们的世界。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同意和珍娜普劳德摩尔率领的人类以及泰兰达雨风率领的夜精灵一同合作，克服彼此的仇恨是拥抱胜利的唯一办法。
索尔对上阿克蒙德。算账的时候到了。当然，不过是我们算你的账。我们的计划十分大胆，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希望。战士啊，继续战斗吧，他们无法阻止部落的。你给我冲吧！我会尽全力帮助你。居然敢挺身反抗我，要是你的同胞和你一样勇敢，我当初殖民你们国家的时候就好玩多了。恶魔就只会出一张嘴吗？凡人根本无力抵抗的话，早在几百年前我就该进攻了。峡谷是我们的，刷狼准备出击。峡谷是我们的，为了部落。释放我！又干活了吗？峡谷是我们的。烧光这个世界。刷狼准备出击。为了部落。又干活了吗？哇丢哇哇丢你原本的计划呢？我试试看。万物都要毁灭。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工作。我夸丢厉害。我的盟友来了。为了伊鲁恩，就像我们所希望的一样，等阿克蒙德发现这是陷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意志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我们的胜利带来了新时代。身为大酋长，
我努力和联盟保持和平，并且聆听部落内部的不同声音，但最后有一股新的声音在呼唤我，元素的哭喊让我放下大酋长的身份。我把大酋长的重担交给葛罗马许的儿子卡尔洛斯地狱后，然后动身去调查元素受苦的原因，结果是死亡之夜。在被击败多年后，这头腐化的守护巨龙又回来了。索尔，对上死亡之翼。我会撕裂你们的世界。大地守护者，立刻停止你疯狂的行径。生命和希望值得我们守护。你就像艾泽拉斯一样燃烧吧。我会努力净化所有腐化。为了生命在所不惜。为了生命在所不惜。反攻了，夫人的没有地方能逃过我的怒火。你们无处可逃，无力抵抗。再热爱一点，收回，收回。生命和希望值得。你们的护甲毫无意义，你们的信念更是垃圾。在血光之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就是毁灭者。我会消灭所有的生灵。索尔，对上死亡之翼。我会撕裂你们的世界。大地守护者，立刻停止你疯狂的行径。
生命和希望值得我们守护。你就像艾泽拉斯一样燃烧吧。我会努力净化所有腐化。生命在所不惜，完工了。我的龙啊！你们无处可逃，无力抵抗。信念更是垃圾。疯了！为了生命在所不惜，你终于可完了。我就是毁灭者。很遗憾，看到守护巨龙同伴堕落到这等程度，我们会尽全力支援。我不能这么做。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完工了。全疯了，时间到了，为了生命在所不惜。Thank you.
的血汁混在旦夕。时间到了。王之翼召唤的最终浩劫会毁灭艾泽拉斯的一切生命，快，我们得阻止他。魔法的束缚，时间到了。为了生命在所不惜，为了生命在所不惜，直接电死。没有地方能逃过我的怒火。协助，我们会把力量灌注到巨龙之魂里。索尔，动手！我们此刻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
消失吧！我们守护巨龙，达成了最重要的使命。你们是艾泽拉斯真正的守护者，世界的未来就在你们的手中。打败死亡之翼后，我继续以萨满的身份和逃土议会的成员合作。我的挚爱阿格拉陪伴着我，时间过得很快，我没有预见在卡林多酝酿的风暴。卡尔洛斯以残暴的手段毁了塞拉姆，尽管卡尔洛斯犯下可怕的过错，但是珍娜复仇的执念却更让我担心。索尔，对上珍娜。元素呼唤我来这里阻止你，老朋友。朋友，这一切都是你的错，索尔。酋长彻底消灭了塞拉摩，什么都不剩。塞拉摩也让我很难过，但是复仇并不能改变过去。我不是七轮托。感受塞拉摩的痛苦。你也可以和卡尔洛斯决战，但是我其他的同胞不是你的敌人。索尔，部落都是畜生，就连你也骗了我，一切都消失了，全都消失了。负起全责。我不是七轮托。你根本不懂，你不在现场，没有亲眼看见塞拉摩，还有我一样。在对抗你无法理解的力量。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
子亮亮的。能这么做，这不是你的本性，珍娜，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处理部落。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的。当然不会，但是先让索尔走吧。好吧，只要他知道我们再也不是盟友了。珍娜，我衷心希望你能走出这段阴影。尽管内心充满愤怒，珍娜还是点出了关键。卡尔洛斯已经踏上黑暗的不归路。后来我又从过去的顾问沃金的口中听闻他的种种恶行。我去见了卡尔洛斯，亲眼见证他的暴虐无道。
尽管万分不愿意，但我知道我终究得亲自面对他。索尔，对上卡尔洛斯。卡尔洛斯，现在还不迟。放下大酋长的权力，我们可以就此结束。你遗弃了我们的人民，现在你又背叛了我。风、土、水的元素之灵啊，倾听我的呼唤，前来协助我。我的黑暗萨满已经扭曲了元素，他们听不到你了。没人能定义我。仇恨、恐惧，这些都是战争的武器，大酋长的工具。是的，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未来，部落所统治，我的部落。是我的力量。你看他大军来了。你要什么？神在呼唤你，我必须改正之前犯下的错误。我毫无奇妙的毒药，
断骨的感觉如何？我乃断骨的感觉如何？是我的力量。再说一遍吗？我要赶紧记下来。双狼准备出击！双狼准备出击！骨头会碎掉。你太让我失望了，卡尔洛斯，你没办法继承你父亲的精神。身为领导人是沉重的负担，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太过沉重了，但我也无意重新承担。我想过的是别种生活。在我小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无亲无故，当我得知家人身份的时候，他们却都过世了。但就算亲人已经不在，建立自己的家庭永远不晚。